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超级大主播，作者浪高三尺三，由大斌为您播讲。没错，从生死簿上，李高楼就已经确定了这俩家伙就是盗贼，还有另外一个在楼下，他已经全知道了。本来按照李高楼的意思，直接把他们揪出来，然后交给治安队，拿到胡德的怀表就够了。但是因为生死簿上另外一些东西，李高楼改变了主意。 他不知道自己多久没听说过“劫富济贫”这种东西了，可是今天这个盗贼团伙的确是得到了生死簿这么一个评价，“劫富济贫”。更何况他们都是孤儿院长大的，每年都会拿出很多钱捐给孤儿院。这种事儿让李高楼有了一种奇怪的触动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有些事情啊，你没有办法去说对或者错。看似这几个盗贼今天晚上偷了东西，自己理应把他们抓起来。但是反过来，抓了他们，那些孤儿院的孩子却又会少了一份真挚的关爱。没办法去让一件事情做到完美，李高楼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让这件事至少在自己看起来没有错误。而且说实话，他挺欣赏这几个人，有勇有谋，杀富济贫。 这典型的江湖游侠呀！此时的苏珊笑着，脸却冷了下来。这位先生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们可不是小偷。他不知道这小子从哪儿看出来的，但是此刻绝不能选择承认。至于说李明阳，反而镇定很多。李高楼啊，离苏珊和李明阳近了一些，压低声音：“跟我否认没什么意义。我知道你们的东西已经转移了。” 但是我既然过来，肯定有把握对付你们。李明阳摇了摇头，不打算跟李高楼多说了。先生，你喝多了。那正所谓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。那你说我是贼，你得有证据吧？突然话锋一转，小李同学呀，喝了口酒，别急着走啊，你们外边还有个人呢吧？这一下真正把苏珊和李明阳给吓到了。 这小子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？小李同学微微一笑，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再次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李明阳跟苏珊对视一眼，他们感到不安。外边接应的人呢是小四，按照计划，所有东西已经转移到他的手里，并且如果真正自己几个人没有办法脱身的话，他会在会场一边点火，到时候趁乱他们好逃走。 能够混到今天这一步，他们四个人的配合非常娴熟，并且基本上不会出差错。可是李高楼的出现让事情变得不太一样了。最终，李明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拨通了外边接应的小四的电话。结果电话刚接通，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：“你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小四呢？” 压低了声音，李明阳的一颗心完全沉入了谷底，出事儿了。然后那头传来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跟着传来了小四有些无奈的声音：“老大，我被抓了。”再抬头的时候，李明阳就看到了李高楼的笑容。毫无疑问，肯定是这小子搞的鬼呀、啊。苏珊的脸色也变了，这次真的失手了。不过他根本想不通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，自己跟老大被发现也就算了。 外边放风的小四被抓了。挂断电话，三个人的气氛有些沉闷。李明阳看着李高楼，突然问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虽然他很不愿意承认，但现在的事实是自己翻船了。摇晃着红酒杯，小李同学让自己呀、啊、看上去尽量帅气一点。我刚刚说过了，帮我做一件事，或者说跟我合作。 我可以让你们赚笔大钱，真正的大钱。跟苏珊对视一眼，李明阳再度沉默。就和李高楼在生死簿上看到的一样，他们四个人是同一所孤儿院长大的，四个人的命运差不多相同，都挺悲惨，最终却走上了同样一条路。可别小看他们，这四个家伙手段可了不得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本领。 要不然也不会搞到请帖，可以策划出今天这样一场几乎完美的行动，所以李明阳没办法放弃小四，只能选择跟李高楼合作。做什么事？这个不着急，咱完了再说。先把那块怀表和佛像拿回来。一摆手，李高楼嘱咐了一句，然后转身。他要说的东西就这么多。 至于说如何能够把怀表拿回来，并且放回到自己所说的指定位置，他相信李明阳和苏珊肯定有办法。现在他要做的事就是去告诉肯佩斯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苏珊跟李明阳没有任何犹豫，很快开始行动。在会场东边的一个小隔间有一扇窗户是可以活动的，那块玻璃被他们之前踩点的时候就割破了，完全呢是监控的死角。 刚刚所拿到的东西都是从这儿被他们转移了，现在他们要把那两样东西拿回来。虽然说还是不知道李高楼的身份和目的，但是李明阳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做。至于说小李同学，则是回到了之前的位置，吃了点东西。你别说，这会场里的东西味儿真不错。此时此刻，大概有心情吃东西的就只有他了。大概十分钟左右吧。 李高楼看到苏珊朝着自己做了个手势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随即，他站起身来，径直的朝着肯佩斯和胡德那边走了过去。这会儿啊，苏慕哲也站到了温莎的身边，听说了之前的事情，他也大吃一惊。不过紧跟着，苏慕哲觉着挺惊喜。 至少出了这件事儿，温莎会因为丢失的佛像而对自己产生愧疚，这很不错了，也可以消除一下之前因为李高楼而产生的敌意。就在他小声跟温莎说话的时候，却看李高楼走过来了。肯佩斯先生，我想要请您见证一下奇迹，可以吗？他的这句话突然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，尤其是肯佩斯和温莎。 别人觉得李高楼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但是他们知道这家伙到底有多彪悍，徒手拆炸弹，想来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吧。尤其是坎佩斯眼前都是一亮，之前他才跟李高楼说，想要跟美洲虎合作的话，除非奇迹发生。难道说现在李高楼已经准备好奇迹了吗？紧接着李高楼又说：“我想我可能知道胡德先生的怀表在什么地方。” 顿时，众人都被惊了，尤其是胡德，赶紧站起来，紧紧地盯着李高楼。老人的声音都在颤抖：“你真的知道我的怀表在哪儿吗？”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李高楼身上，却基本呢都是狐疑，尤其苏慕哲那种怨毒毫不掩饰。然而，李高楼却点了点头。李高楼微微地后退了一步：“哈，当然，为了防止有些尴尬。” 所以我决定用魔术的方式为您表演。然后他突然看向了苏慕哲，苏慕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你要做什么？但是李高楼却用右手指了指苏慕哲左边的口袋，完全他没理会苏慕哲。怀表，怀表，快点出来吧！众人齐齐吃了一惊。苏慕哲直接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没有碰你。” 你把里边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就知道了。小李同学神情自若。苏木哲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愤怒，但是他明白李高楼的意思，他必须要证明自己。李高楼就是说他是贼呀、啊，是他偷了那块怀表啊。就这样，他把手伸进兜里，再拿出来的时候，多了一块怀表。全场懵逼了。